大家晚上好，哇！大家看到这个，你们台湾运来新加坡的肝，这个是十二粒装，在新加坡卖，大概是新币8块多钱，哇！已经来到新加坡了，我已经买了，看到吗？这么美的包装啊，这个不，这个标上面的那个标志是我们新加坡直种的啊。评价的标志，然后这边写台湾的出产，台湾出产的肝已经来到新加坡了，我已经买了，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大家看这里肝多大力啊，太好了，看到吗？哇，好像闪闪发光，好像黄金一样哦。这个已经运到新加坡了。刚才我问你没有，番石榴没有看到，啊，我是住在北部，所以这个是8块多，12粒。算起来一粒不到1块钱新币，是不算太贵，但它也不是最便宜的，便宜的都不很好吃。但是我对台湾，哇，这个真的设计很美哦，你觉得吗？哇，这个设计真的很好嘞，你看，送人啊，8块，啊，新加坡网民们，赶快去抢手，赶快买，8块多这一个，还有一个更大粒，好像24粒的。卖了20多块，比较贵了一点，这个比较抢手，所以你要送人啊。最漂亮的包装，我觉得啦，这次肝癌很多包装，这个是最美的台湾的包装，哦，到底是台湾包装呢，还是这个新加坡直种替他包装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但是真的值得买，啊，所以肝癌了，然后呢，哇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我拿到一粒，我就是真的，我现在打开。学那些那些你们的那些那些什么旅游节目要吃东西的那种感觉，我试试看好吃吗？嗯，我大概吃一两片，只有2粒籽。所以它不是很多的种子的，我再吃一片，甜的刚刚好，味道没有一点点酸味，一定要有酸的，肝假如没有酸味也不好吃，太甜了也不好。就是一个种子都没有啊！啊！Fantastic， 太好吃了！原来台湾的肝真的好吃了，不是骗人的，不是因为韩国瑜的关系。所以大家不介意我一边直播一边吃东西，讲话有点口齿不清，反正我已经口齿不清。刚才我其实已经直播一轮了，40分钟，谈新加坡的政治，是在野党，有一个政治人物组织在野党，你们要看你们就看另外一个那个影片，已经。啊，在这个章节的网页，然后我这次还会处理成 YouTube。那我这里要讲什么呢？讲2020。2020关我什么事呢？关我的事啦。但是可以不可以讲？可以啊，我们是海外的啊。我常常看到什么海外政治观察家。我不是海外政治观察家，因为我没有来头。我是海外政治小兵观察员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政治观察员，台湾政局，台湾的政治，2020选总统的政治观察员，小兵吗？哇，你们这次的2020年的选举，我觉得是空前激烈。空前激烈的原因不是啊，我不谈对手了，绿色的我不谈，我暂时也不要谈白色了。哎呀，白色那个。也是，哎呀，不懂，我就谈国民党，因为我爸爸是国民党员的啊，我爹谈国民党。哇，现在候选人好像都虎视眈眈哦，每个人都想抢这个位置，然后每个人都各处奇招哦，哦，有些就安静自己，到处走，这是朱立伦嘛，我看到。
去公园散步啊，跑步啊，跟这些市民们拍照啊，他还是蛮，我觉得他蛮低调的。那也不是很低调啦，因为他已经公布说他要选了，但是没有直讲。另外一个就是王金平哦，记者访问他说：“你要不要选总统？不然你要不要选副总统？”他说：“要选就选正的，选副的干嘛？”大概意思是这样。然后他就有一个很大的本钱，就是大家都知道嘛，我们是韩国瑜后援会都知道，韩粉们都知道，三山战士对韩国瑜的这场选战非常重要，他能够赢三山这个选战，特别是所谓的陆军展现出来，是得到黄金平很大的帮助。每个人都说嘛，出钱出力嘛，建陆军嘛。所以黄金平很有意思选，但是，哎呀，我还是觉得说，年纪也蛮大了。不过老实讲，我要替黄金平讲一句公道话了。他从来曾经想选，但是在初选的时候输给马英九了，我们大家知道那件事。所以，如果讲说机会的话，他应该有一个机会可以再选，但是。他好像也不是很得人，不得你们台湾人的心啊，你们对他也是很多意见，尤其这一次他出一本书，他赞成太阳花学运，我就不懂你们台湾的太阳花学运的那件事情哦，好像有一点激烈咯，闹到立法院在那边吃喝拉撒这样，躲在那边这么多天不出来这样，跟香港的那个占中啊是有的。比呀、啊，有的比，比美还是比臭，我不敢讲了。但是黄金平说赞成，但是你又想一想，总统选举是大格局，全部的，你要讨好，你要得到所有的人的票，包括黑道白道，不白不黑的，包括所有的选民，你都要希望能够得到票，不管他什么背景，好人坏人烂人，是学生你也希望得到，是。所以，王金平这个支持太阳花学运，如果你在当时太阳花学运的时候，我听说很多民众也是支持，是不是？你就会得分呐、啊。那现在讲了，然后我感觉得到你们太阳花学运的这些选出来的这些立委，当然有些表现得很好，但有些也不是很好。哦，所以很复杂啦。所以到底？但是我曾经有讲，你看到王金平跟韩国瑜，他的互动最多嘞。韩国瑜，因为我说韩国瑜只要帮谁，谁就会加分，这是肯定的吗？大家不用，毋庸置疑的。他表态，他明表态也好，暗表态也好，只要他表态跟支持谁，当然都会支持。所以我们的韩国瑜后援会有网民自己说，只要韩国瑜支持的候选人。总统候选人，我们也要支持。听起来有时会觉得有点盲目嘛，但是我们是因为相信韩国瑜市长，他本身他打选战这么多年，他更加清楚地了解国民党的形势，知道哪一个候选人最能够代表中国国民党赢这场选战。因为赢了这场选战，对韩市长来讲是有加分，没有失分的，他不必参选。他只要支持谁，那个人赢了，真的当上了总统，对韩国瑜、对高雄是有加分，没有失分的。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靠中央嘛，总统选举呢，就是如果国民党拿回政权，中央的政权拿回来，韩国瑜要推动很多东西就很方便的。你看现在做的要死，20多天，人家好像把它当2年来看，然后哇，还没有问问题啊，除了录屏录不屏这个不敢讲。不敢戳那个气球，每一个都戳，每个气球就戳。那当然，你告诉我，你2年后你没达到这个目标，你跟我讲，你最低位、最高位、最北啊，提丢你最高位，你最高位，你最高位，你最高位吧，你最高位，哇，讲话那种福建话溜的，一直要问，哇，你讲较慢淡薄会使未？你最高位，你卖你未晓，你未晓讲，你卖讲，哦，所以我就不太会讲，哇，你。
哇，我在那个直播里面看到，哇，这样的哦，这样的选举哦，哇，气球啊，搓啊搓啊这样，所以韩国瑜支持谁做总统候选人很重要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讲公道话，他是真的是跟王金平前院长的互动是最频密的，只是第二天的备询的时候，他应该去六合夜市，他没有去。是因为他在备询，备询一，你们也是很恐怖的哦，一个备询可以12个小时，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10点都还在备询，哇，12点钟啊，所有的那些市议员都能够问市长，都有时间问市长，哇，做市长真的不简单嘞，我们没有的，我们新加坡好像是没有这么长的，国会开会没有这么长，但是很多天了，你们2天了，也难怪，为什么要2天呢？多几天吗？喘一口气8小时不一定嘛？为什么一定要12小时呢？哇，讲到后面呢，你的头脑都昏了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哇，真的很累的嘞。哦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你看到是这样。那吴敦义呢？哇，他又很厉害哦。他说，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懂吗？”他还笑，嘿嘿嘿嘿，你们懂吗？当年，当时王谷。韩国瑜能够赢哦，我有功劳啊，大概意思是这样啦、啊。他的网军是我，哇，有份的、啊，有份的。我、哦、他陆军我有参与的，连这个观光局长也是我是媒人呢、欸，观光局长也承认了，我、哦、表现得多好，你看那个观光局长，哇、哦，冲冲冲啊，不会输给那个冲冲冲这样、啊，这个也是，哇，观光真的做得不错了，我们就事论事啊，不管这个人过去怎样，什么说很多那种，没有一个人几副，有连一个人会给人家，你们台湾的政治人物、政坛人物、政治家什么都好，没有一个人没有骂的嘛。哪里有一个人100%的，好像神一样哦，全世界人都喜欢他，全台湾人都喜欢他，所以吴敦义，哇，也讲这些话嘞，感觉他好像老神在这样，哦，但是因为你们。说嘛，如果是吴敦义参选的话，啊，对手一定是最开心的，因为他的名誉最差嘛。所以名誉还是很重要，初选还是很重要啦。所以初选的话，如果是以名誉的8000例，啊，全部国民党的人来说，但是名誉你们也有一点问题的，因为你们有些假名誉，假名誉是说，哇，我就如果是对手，当然是希望吴敦义赢了，就赶快给吴敦义票咯，假如说访问的时候啊，投票啊，你要支持吴敦义吗？要，其实是不希望他赢的嘛，啊，因为对手是希望觉得吴敦义民意最差，所以故意选他，让他民调高嘛，就是他得到更多的民意，他民调高就代表初选胜了，这也是麻烦。到底怎样做一个民调，怎样决定候选人啊？其实他们也真的麻烦，还是规定所有的党员只可以归党员的，但是党员里面也有假的啊。有的啦，什么地方什么国家的政党里面的党员也有假的，也有无间道啊，什么道啊，什么道，所以也很难啊。那么一般上用党员代表选出的民调会不会比较准一点呢？也很难讲，因为党员不代表选民嘛。所以58千党员58千民调，58千的民调是从党员，58千的民调从民间呢，也可以，所以很复杂的嘞，其实。但是朱立伦展现了非常好的一种政治风范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不要紧啊，我们尊重民意啊，我们尊重民调啊，我们要给主席一个时间呢、啊，是给吴主席一个时间，他看他怎么决定。哦，原来他决定的，他一个人可以决定，当然有一点人家就会担心说，哦，不会，他决定对他有利的那个民调呢？啊，这个是一个 question mark。哦，我只是提出问题啊，我不，这个我不可以说。可能他不是，他很大公无私也不一定。所以我已经讲了王金平，我已经讲了吴敦义，都是有意思的。那吴敦义在受访问的时候，他讲空军他有份呐、啊，陆军他也有参与的时候，他后来就称赞韩国瑜也有他的本事啦，说韩国瑜其实也要靠他的能力，靠什么？哦，但是吴敦义接下来他要直播嘞，哇，吴敦义要直播。我很想看吴敦义直播会不会跟我一样，
应该比我优秀啦，老将来的讲话，你们政治人物讲话你看不像我们这种滴滴答答的。哦，吴敦义讲话应该是很不错的，他是直播嘞，然后王金平就去六合夜市，哦，那个高雄币哦，那个真的 good idea， 你知道吗？我又要称赞韩国瑜，哦，你用那个 application 买东西的话，哇，能够得到高雄币，高雄币又可以换成，那些可以换成钱买食物，哇，很有创意，哦，但王金平那天去哦，他没去啊，他没有办法去，这个韩国瑜。但是王金平感恩的晚宴他有去，而且他没有走嘞，他从头到尾都在那边，对不对？他留很多时间，他出书嘛，还有颁书给他嘛，签名嘛，王金平亲自签名。然后那本书现在有一个争议，就是支持太阳花的学运啊，那个我已经讲。但是你记得那时候吴敦义不是宴请啊，午餐会请所有吃便当嘛，所有的市长什么还有议员，韩国瑜迟到早退啊，没办法，他忙，他没有，所以我还是觉得韩国瑜感觉上王金平对他的帮助比较大，但是吴敦义也是找他出来选举也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哇，如果你是韩国瑜真的不容易的，到底要明要表示支持谁，还是你两边都支持，还是你两边都不支持？六都选举你看得出韩国瑜哪一边他不表态的，哦，大家也明白了。所以他们探子燕子跟兔子，哦，互动很强嘛，对台南互动不强，对新北市几乎没互动，哦，所以那个丁守中也没办法啊，因为他当年那个谁三顾茅庐啊，柯P三顾茅庐请韩国瑜帮忙啊，只是韩国瑜没有，但人家就会被担心说2020柯P会不会找韩国瑜做合伙一起打这个选战，我认为绝对不可能，因为他是眷村长大，这是我很清楚韩国瑜的，他的血和骨头里面都是国民党，这个你没有办法改变啊，你们不要生气啊，你们不喜欢国民党的人不可以生气的，因为他是一个不忘初衷的人，但是他打这个选战大家也很知道他必须把政治放到零，然后拼经济，四个太阳都讲了，朱立伦还是很低调了，没有什么，但是他的得票他现在维持很高的那个民调，所以他可能在等，他还没有出手，他跟韩国瑜的互动也不高，王金平是比较多，吴敦义现在说他有对韩国瑜有帮忙，那马英九呢，哎呀更不要讲，韩国瑜几乎是跟他没有零互动，几乎是零互动啊，我们是从韩国瑜后援会的韩粉的角度来看2020，我作为一个海外的政治观察员来看，其实我连员都不配啊！哎呀，不要紧，反正就是讲了，反正我是员就员啊，我没有水准的了。不过我还是可以讲啊，我是一个人都可以讲。马英九跟韩国瑜几乎是零互动，但是马英九也有他的一套啊，最近扮成那个店员然后卖书嘛，起初打扮这样没有人认得他，没有人管他，戴着口罩啊，人家不认得他，他一直推他的书推不出了，可见哦。哇，你懂韩国瑜的书秒杀耶，欸，哦，真的，我去买的时候已经没有剩几本了。所以讲民调的话，韩国瑜，假如韩国，哎呀，这个是题外话。如果韩国瑜出来选总统的话，哇，大不会啦，我们也不可以，真的不可以。他高雄已经要他命了，你这选总统，他躺着选的，真的是躺着选的，真的躺啊，不是假的躺，那个躺不是那个躺，不可以。但是马英九，他包。戴口罩，他的书没人要嘞，一个一个不要买，结果他没办法嘛，他把口罩拿下来，露出他本人的样子，他就问人家不要买，哇，人家看到，哎，是我也开心啊，我去书店啊买书，看到你们台湾的总统前总统马英九问要不要买他的书，当然要，买了赶快给他签名，哇，回去可以告诉全世界的人，你看马英九前总统亲自签名的书，
卖的话可能还值钱呢，万一他真的在竞选呢，哎呀，他是不是相公啊？应该是啦，哦，不懂韩国语讲的相公是不是他？不，我就觉得，我也讲真的话了，你选过的人呢，再选没意思了。不管你的对手是不是蔡英文了，蔡英文了，从前是蔡英文，你赢过他，你拿总统选举，但是你卸任了之后，哎呀，不要再选了，是吗？他有跟蔡英文竞选过，对不对？他赢嘛，对，他也赢陈水扁嘛。也没有听是，哎呀，我不懂你们的，有点乱，那边有点乱。但是已经做过了吗？做过两任呢，八年了，好给美国显摆，啊，这种旧瓶换新瓶，什么旧瓶换新酒，不可能的，啊，懂了？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！如果马英九再出来选总统，而得到，我觉得他初选是他的民调不会最高啊。但是他的民调还比吴敦义高哦，那就吴敦义真的是，而且你说党主席为什么你的民调这么低啊，我也是有点纳闷的。那你这个六都选举打了这么响，你这个做主席的应该是很 steady 的嘛，应该是很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主席做得很成功啊，但是你的民调为什么这么高这么低的，跟你过去的发生的事情有关系，但每个人都过去有事情啊，马英九也有事情啊，韩国瑜也有事情啊，你们每个政治人物都有过去一些不堪的事情，或者是难过的事，或者是痛苦的事啊。那选民，哎呀，你们的选民就是台湾人，自由民主的社会里面，大家的自主权很高啊，所以你们可以选你们要的。我真的不大清楚啦，但是几乎。你们其实，我甚至在台湾的时候，那个运讲跟我讲，他们也不喜欢朱立伦，朱立伦也不好。OK， 如果你跟我讲国际语，讲比较能够，因为你现在要去国际场面，哎，不可以这样讲。听说你们的那个台湾的大使都英文不行，也成功的成为大使了。听说，如果你去美国的话，你一定要英语好，就是。美式的英语一定要好嘛？如果讲外文的话，朱立伦的资格最好了，当然马英九也好了。但是马英九就是一句话，我讲了，做过了嘛。如果你做过了，是因为现在没有人了，整个台湾国民党已经倒在那边，完全不行了。然后你想要东山再起，那还有道理了。但是你发现现在韩国瑜已经把整个台湾的国民党已经凝聚起来了。是否是要派一个人最好的，然后韩国瑜本身也表态支持他，跟他辅选，包括其他的部长啊、市长，其他的市长们都跟他一起辅选的话，那就不同。不过你很复杂的，因为韩国瑜，我看那个影片里面有讲，韩国瑜的这个观光部长又很推崇吴敦义哦，啊，真的，他说吴敦义是战神哎，哇！公开你强哦，是啦，吴敦义过去真的是他拜过，他那时候拜得很冤枉嘛，那个录音带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个比较传绯闻的那个录音带，害他输了一点票。后来就是王俊英也是走路工也输了，所以说韩国瑜能够让这些人都含冤莫白，都已经能够啊，这一次没有问题了。韩国瑜胜得很，我们大家在最后选战的那几晚，你看我们每个都很紧张，连我这个海外的人都很紧张，都在猜到底会有什么暗部、奥部啊，什么暗招会出现。每个人都不敢睡觉，我看到选民们啊，清晨三四点。还在说，我还在看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后来选举的时候，那个选票弄了这么慢，乱七八糟，大家又紧张了，奥博来了，哇，这边候选人宣新北市那个，姚文智宣布退选，哇，大乱了，柯P这边笑，所以
不到最后一刻你也不懂。台湾的选举真的很复杂，现在候选人都只是说马英九已经错过了，应该让位了。我觉得四个里面，我觉得马英九应该不应该选了、啊、其实。但是他也来势汹汹了，他有马家军。那除了这四个人之外还有没有国民党？会不会是年长的儿子有意再参选呢？连胜文很难讲，做副总统啊，因为连胜文你有人不喜欢他，但是他还是有票啊。他那时候跟柯P，他的其实那时候柯P是异军突起嘛，走网络。其实连胜文没有理由输的嘛，我都不明白，他是年轻人，柯P还不是年轻人，输在哪里？输在连胜文又是走这个悠游卡很厉害的，用网络的，他应该很厉害，为什么他会输给柯P呢？那时候真的也是真的，你慢慢只可以讲说他的团队不像柯P这样能够异军突起。然后当然那一次的输，那一次的市长输的话，还也因为太阳花影响很大啊，这个是因素来的。所以连胜文是不是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，因为我发现韩国瑜跟连胜文也有互动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也有互动啊，互动还蛮好嘛。他引进很多青年企业家给韩国瑜啊。如果连胜文，不要说总统候选人，副总统候选人可以不可以？哇，假如他是副总统候选人，那爸爸连战，还有连战的支持团队支持力量，也是一股很大的力量。大家不要小看连战，真的、啊、对连战，我懂每个。哎呀，你们的政治人物都有，你们都有不喜欢的，但是连战的的确确他是做得很漂亮啊。他那选总统选不赢，那时候跟这个宋楚瑜，哇，阿扁的两粒子弹弄到他们气到我这一生中的遗憾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孩子儿子又被枪击，结果还好，现在连胜文看起来还是高高大大，而且瘦得很漂亮，很好看。现在经过了这些政治的历练，却。连胜文是一个，也是一个人才，不可以选总统，可以不可以选成为候选副总统的候选人？然后我讲20包括总统，当然也包括副总统，还有一些很那个什么年什么安的、啊，蒋万的、啊，蒋什么安是吗？那个年轻人，蒋万安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蒋万安是不是个好的候选人？他很努力的学讲闽南话，他在这韩国瑜的选举里面到处都有出现呢。我发现蒋万安也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，是否这一次候选人年轻的一定要放，可以假如说这几个太阳做最终做成为一个总统候选人，是否他要找一个年轻人作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，不要两个老的，两个资深的，或者朱立伦找连胜文，朱立伦找蒋万安，还有江启臣、啊、这个也是后起之秀，现在非常优秀的，有潜力。还有那个罗志强也很不错、啊、他一来就表态他要选总统、啊、是不是？他第一个表态，对不对？啊，剃光头了，他说他要选总统。啊，罗志强也是一个人才来的，而且曾经做过马英九的办公室的这些，在那边服务过，我觉得啦，年轻人可以做副总统候选人。那总统候选人是谁呢？不容易啦，但是总要选出一个。是朱立伦吗？是吴敦义吗？是这个王金平吗？还是马英九？四个人打麻将，一个已经是相公了，不很难讲的啦。台湾的政坛，不到最后一分钟，也不知道是谁了。哦，你看啊，这边网民们，谢谢你们哦。你们说，其实连胜文是不错的，蒋万安啊，对了，我也是讲对了，大家不要
因为我记名字很糟糕的，我常常会搞错人家的姓跟名，很怕得罪人。哦，就是蒋万安，他在那个韩国瑜造势晚会常常出现，而且我发现他很得民心的。哦，我对蒋家有这样的后代，我们要感到高兴了。因为这个是人才来的，真的是人才。我个人觉得呢，是啦，就要经过党选，我知道，就是初选，你们党选的初选的民调是要用什么民调呢？是用党员的民调作为根据，还是做选民作为根据？但是选民你很难知道是真正的选民还是假选民嘛，对吧？这也是，那党员里面有没有假党员也有啦，但是总是要有一个机制。180%选民选也不可以，180%党员选也不可以，总是 会有人觉得不公平的。那是不是党主席说了算？如果是党主席说了算，他又有心要 选总统的话，哇，会有一点 bias 啊。英文讲 bias 就是，当然规矩游戏规矩自己定，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的，不然就不要出来选嘛。如果他哦，我觉得你们将来党主席不应该不可以选总统啊，就是这样，要做党主席不可以选总统。呵呵，啊，我不吃啊，哎，很好吃哦，一直闻到它的那个橙的味道，很香。你看它字都，还好，台湾的干了，啊，真的是受不了。哦，网民说朱立伦比较实在，个人认为，你问我也是觉得朱立伦是比较有国际观了，这方面王金平比较属于民间地方上，做总统有时要有国际，能够去到国外。当然台湾总统很难去到国外了，可以过境美国嘛。台湾总统还是可以发出声音啊，还是能够讲一些话让国际听到。当然你可以讲华语了，没问题了。我不是说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说朱立伦在这方面他比较有那种训练的，他哦，而且讲年龄他比较实在了，所以那个网民我也是同意了。哦，我看前面有没有人讲什么。哦，谢谢你们，哇，很多人加进来，更多人了。啊，我好了，接到这个时间，反正啊，我听分析的七七八八的，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今天吴敦义讲的话是有意思啊，意思说他有本啊，我忘了讲一些事情。现在吴敦义要直播，马英九去卖书模仿王金平，好像还好啦。我说这两个就已经有点学华跟韩国瑜跟风了了，韩风是否可以变成吴风？不是吴凤啊，吴风。韩风是不是会变成这个马风？马风不容易啦。啊，不是，不懂啦。我觉得马英九那个是啦，很多人蛮开心的啦。当场你看到马英九叫你签名，他出书，你当然买了。我会有啊，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学者样子哦。我一下子买五六本，我跟你讲，他可能厉害啊，他叫全部叫马英九签了，签了之后他立刻拿去卖，呵呵，可以赚钱的，可以把书的钱卖下来，还可以卖高一点，这种投资也不错。所以现在哇，直播很重要了。你看我也是直播嘛，在新加坡其实也不流行直播的，我觉得我们的直播都是卖东西的，卖东西。很多直播卖东西，像我这样啊，在新加坡啊，每个人都一直劝我不要小心得罪我们的政治人物。哎，我这边又担心得罪台湾的政治人物。我看我这个小兵最后一定是啊，暂时在沙场上，会吗？会也不要紧啊，我已经看破了，我已经看开了，我已经破出去了啊！你们支持最重要。好，我在看哇，很多人进来了，很多人加入啊，像。比刚才还多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刚才那个，在我刚才那个影片讲新加坡的政局的也是蛮多人，哇，还有人给我什么 ？Sorry 啊，我不懂你给我什么网址，啊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
这肝是从高雄进口的吗？是。confirm 100%confirm， 因为只有高雄说他把肝运进来了嘛，肯定是啊，我觉得是啦、啊、不是也不要紧，肯定是台湾的，好不好？我这样讲比较好，要让大家看到那些后面的人啊，你看哇，这个台湾的肝，这边写台湾，我不会读这个，这个怎么肝啊，这个字怎么念啊，病肝啊，病肝啊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肝，哇，这个肝真的好吃嘞！这个地方是哪里？这个病肝是哪里出产的？你们台湾人比我们清楚了。哦，当十二粒，新加坡币8块多，很值得送礼。十二粒，一粒不到1块钱，而且够大粒的，真的够大粒，很大粒。我再打开一粒给大家看哦，刚才可能有些人还没有看到，哦，推销一下。而且每一粒都很美。那个售货员啊，那边有一个推销员，他跟我他 OK 当场有卖很多的肝，有中国来的，有台湾来的，有别的国家的，但是他跟我讲这个坏的最少，几乎没有坏，几乎没有，他说有不好我帮你换，所以我说我要买，他就十二粒打开来看有没有不好的，有不好的他们愿意牺牲一些然后换，他说没有啊，他查了其他的，有一个很比较便宜的6块多钱，哇，很多坏，很多坏，哪里敢买？便宜都没有用啊！你看这么大力，台湾成功的这个包，但是另外一个贵了一点，他说比较更大力的，但是要21块钱新币，差那么远哦，一个六，一个8块多，一个六，一个21块多，但是那个是24粒。如果你24粒的话，你八块多，这8块多就16块了。对啦，16块，你因为大粒嘛，24粒都大粒，加多一点本钱就21块。其实慢慢算也不贵了，但是一种错觉觉得很贵哦。其实那个大粒的也应该弄成12粒状，啊，这种是一种，我觉得啦，所以他是卖不出嘛。他说比较不是卖不出啦，人家选一定是选这种先吃的好不好吃，好吃的话到时。要买多嘛，我们新加坡人拜年没有人送一箱一箱是有啦，亲戚朋友，但是平时拜年都拿2粒4粒的，就可能会考虑买那24粒，就合算，加多一点钱哦，哦就美，哦这个台湾的肝已经来到新加坡，我很开心我可以买到，我也很开心我已经四次先买，好吃的话我接下来要买多，拜年的话我就当然是买那个24粒，21块，24粒啦。哎呀，送人拜年送礼送肝应该买越大粒越好嘛，比较有诚意了。哦，雪山哇，真的好吃。我不可以开第二粒，你看我太太不开心，晚上这么夜了啊，吃太多肝，但是这一粒整可以一直继续的吃下去。哦，华侨吗？谁是华侨？你管我是不是华侨啊？什么华侨吗？哦，我爸爸是。国民党后裔啦，你们台湾人叫我们是华侨了，但是我不是台湾人了，我是新加坡人了，下岗高雄人了。台湾已经幸福太久，忘掉什么叫危机，也不是啦，你们也有危机意识啦，只是有些东西你们很激烈嘛。常有台湾人认为王金平是蓝皮绿骨，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了。哦，他现在还蓝皮绿骨又支持太阳花呢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问题啦。但是我坦白的，我从过去这段日子一直看韩国瑜跟他互动最频密，这个我没有讲假话嘛，对吗？那韩国瑜心里怎么想呢？也知道，你问他了。啊，有人跟我晚安了，晚安晚安。吴敦义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是被民进党把他抹黑哦。有这样的，你看你们网民，我不清楚啊。但有人又叫他什么啊啦，抹黑的那种话都是不好听的，我不应该讲。什么很可笑啊？哦，不认同黄金平参选，所以觉得很可笑。哦。
再看一下，很喜欢马英九，但回我当总统不要啦。是啊，这个想法帮忙助选就好。是啊，我也是这样想啊。马英九帮忙助选就好了。哦，回来再选哦，何必输了？哎呦，何必？已经完美的完成，但是他也不是完美。哇，他那时候民调掉到我看了我都眼泪掉下来。其实马英九很清廉啊，为什么会落到这样哦？所以清廉不清廉是基本的，但是重要是你办事能力。不过现在韩国瑜打出的口号真的很好，不是口号啊，他的决心绝对要清廉，他的不是他自己，他对他自己绝对有信心，然后他要他的团队，然后他打另外一个啊，看得到他只是，不过我担心啊，这样做下去不懂有没有命，太劳累了，所以应该 stop 他一点点，要，哎呀，你们真的要爱惜你们的市长，真的啊，真的。太累了，怎么铁打的？哪里这样？两个里二十多天的执政，好像当了两年的市长那样，很可怕。我觉得他选举那这几个月已经看得出，他几乎已经到后期已经是撑不住了。其实看得出他肺也不好，还要带那个什么东西。其实不可以降下去的，对他不利的。如果降下去，现在他对手可能在那边笑，看他可以玩多久。体力不可以啊，不要大力碰撞就 OK。是啦，啊，口欲歌是什么？口欲歌是那个，我知道了，我不想谈，不大想谈那边的，哦，那边阵营是政府来的，别的不要多，我不可以多讲话，啊，哦。现在我们是，好像我们讲在新加坡，我们现在讲我们在野就好，不要讲政府，讲政府干嘛？心知肚明嘛，我们当然是支持在野的啦。现在我们支持台湾的在野，我支持台湾的在野，我支持新加坡的在野，我的自由啊。我都说了，如果你们韩国瑜后也会把我踢掉的话，我就不要出声明。喂，太好吃了，我吃完它我就结束直播。现在42分，可以讲到3分钟，大概45分钟。嗯，哇，真的，哎，我没有假嘞，我不是那种假假好，我吃的这样整个好像我没有嘞，我讲真的好吃了。他字哦已经弄到我满手都是，我的毛巾又手巾又不在这边，滴在我啊，结束了之后我才清理我自己。哇，最后两颗不吃不吃，而且哦，吃到现在整粒啊，三颗种子 ，fantastic， 十多片。只有三颗种子，看到吗？三颗小小粒的种子，这样三粒，整粒干只有三颗种子。那天我去我女儿的家吃一粒干了，20多粒颗，整至少20多粒种子，一颗小小粒的干，一直在吐那个种子，哇，三颗种子。再买要再买，新加坡的网民啊真的要高官了，金猴价我骗的人哦，不好吃我付那个钱，真的啊，你们网民听到哦，新加坡的网民，如果你买我只付一盒的钱啊，你买一样同样我的这个8块多的，你觉得不好吃我替你付钱，然后我去你家拿，你又还给我了，然后我买了，我付钱我帮你，我买了你都不好吃的吗？不好吃你不要吃吗？我去你家哪来我自己吃啊，最多我付你的钱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讲有道理啊，真的好吃没有骗你们的，真的要买，太好吃太好吃太好吃啊！今天呢讲2020年总统只是我个人的看见，你看我好吃到自己的打饿，然后我不好意思我喝一下中国的东西，崂山矿泉水，哈哈，水质里面最清的，我们的淘宝王做试验，所以我一次5箱啊，一箱有24罐，我现在喝剩下2箱半。哇，每次新加坡天气很热嘛，吃东西我们吃很多辣的东西，有时觉得喉咙要喉咙痛的时候，我就喝这个，比什么药都好，
而且你一定要买白花蛇草水，直接从这个崂山牌的，新加坡有这种别的牌的茶，这不过这个很难喝的呢，啊，很苦的，苦口良药嘛，这个不是药啦，矿泉水。好啦，45分钟完了，我已经讲完2020年，我看2020年提出这些政治人物，然后谈到韩国瑜跟他们之间的互动，也提出几个新生代的，当然有些我不认识了，不好意思。还有没有好的女性的政治总统候选人，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，如果你没有看到告诉我啊，神奇女超人还没有了，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了，有一天不一定啊，什么东西都不一定了嘛，对吧、哦、还有你们有很多优秀的、哦、卢秀燕啊，这样的可能总统候选人还年轻吗？可能也有可能的，什么都有可能、哦、祝福你们，希望你们2020年选到一位好总统，什么都是假的啊！我有一个总结，什么都是假的，这个总统如果拼经济才是真的，所以总统候选人还是要以拼经济为主，政治还是零分，但是总统好像讲政治零分好像不行的，不可以的，不，他还是要，哇，太好吃了，那个橙的味道从我的肚子里面跑出来，那个橙的味道，他还是要有政治考量，没办法，不谈政治不给。两岸关系啊，这个我不提了，我这个很深的、啊，很麻烦的、啊，所以这个也是他要面对的、哦、两岸问题、啊，但是我还觉得拼经济还是很重要的，总统也要拼经济啊，中央推动啊，所以人民也是要增加收入嘛，哦、啊，所以我祝福台湾。2020选出一位好总统，晚安。